不一样。还要多吗？还要多资源，一定要把握住这个资源，要给大家讲。然后呢，刚刚那个这边有那个，就是为了观察世界，现在人民相对以前要好一点了，所以大家老年年龄大了。跳一下广场舞，这也是一个福利。但是呢，有时候呢，也有一点小的问题，就是它这个这边没有宽度，但是在这边跳。